个不能有羊水，他两个不能，不要双羊水。我换一个 IG， 这样可以吗？有男朋友吗？对，哎，我可以给你换个 IG 吗？可以，可以，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到明传大学，我觉得你刚走这个楼梯，然后你就算看到妹子，可能人家也不想理你们。就我正在下楼，我正在上楼，所以我们要往下放，我们要从最高的往下放。哎，有妹子，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去了，我们现在就直接去。那么快吗？真的啊。好，可是你还没介绍说今天有什么搭讪方法啊？是啊。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土味情书法，讲那种很土味情话的那种小情书这样子。了解。那第二种呢，立纯的专长，跳舞吸引法。日本的宿舍这样子讲话，不然就是我有很多语言呢、啊，我可反正学很多没关系啊。Okay. 那我们就直接学去吧。对，我们就直接去吧 ，Go。Go。你的名叫日本人。哎、欸，同学，哎、欸，不好意思，可以给你们叫 IG 吗？谢谢。哎、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问你一件事情。一个孕妇有羊水，两个孕妇。我是在讲笑话哎，我一个孕妇有羊水，两个孕妇。会有双羊水。会有双羊水。烂笑话。那我可以跟你换个 IG 吗？就是还不错。对，可以吗？可以吗 ？OK， 谢谢。对，有成功哎。一个妇人有羊水，两个人。两个妇人有什么？双羊水。耶、yeah. oh, ，没有，其实那个我可以给你换 IG 吗？对，就是你加我，但是我不会，我不会打你，没关系，就是觉得你好这样 ，OK， 那行啊，不好意思，哎、欸，同学不好意思，同学不好意思，那你可以写一个，就是想要，就是还不错，所以我想说，可以不要选一个，这个吗？这个，啊，救，就是土味情书。好、哦，就是因为是一个很不错的女生，所以想要跟你交换一个 IG， 这样可以吗？有男朋友。有男朋友吗？哦，好，那没关系，谢谢。哎，同学，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刚才就是一个路人在外面，然后就直接叫你挑东西，为什么你会理他？感觉也不是什么太发传单那种的，就想说可以。可是他是爱心。一到五分好了，你会给几分？你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三分吧，就是那两分要用什么东西来补足？会有一点吓到，然后有吓到是不是？更有礼貌、更慢一点的去的话，你觉得 OK？ 可以。所以你可以帮我选一个。真的太夸张了，太夸张。但是素懒，有被搭讪的经验吗？那时候在台北车站，刚好在旁边等朋友，然后他就来问我说：“哎，因为我觉得你长得蛮漂亮的，然后什么？”他在附近工作啊，就是想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赶快，我朋友赶快来救我，快点。那假如今天是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他用这种方式要跟你要 IG 是 OK 的吗？可以啊，就是可以当朋友。然后立纯现在提出一样是土味情书的部分，都可以。好，谢谢。你是一个很不错，觉得你很漂亮，可以给你换个 IG 吗？同学，不好意思。那你可以选一个吗？选一个，这个，好，借我一下，我看一下。你是我遇到一个还不错的、蛮漂亮的女生，我会给你换个 IG 吗？不用。OK， 好，谢谢你，谢谢。哇，栗子，这里可以选一个吗？这个，谢谢。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你是我的福气。对，哎，我可以给你换个 IG 吗？可以，谢谢。哎，顺利要到了。在一个路上，突然间有人过去带你选东西，你怎么会理他？就选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因为像其实现在女生在路上应该蛮常会遇到像可能酒店经纪啊或公关的那种啊，你怎么不会怕他是不是坏人？先看，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空，所以我才会停下来。那如果没有空的话，就可能会先走了。哦，就是刚好有时间这样。我刚以为他要问路。啊，你以为还要问路？我以为他问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真的是要跟你问路，但他后面说，我觉得你很好，可以跟你要 IG， 这 OK 吗？我可以，我 IG 我还好。所以他刚刚这样子问完，你也不会觉得他很怪，就觉得反正 IG 也没差。对，我觉得还好。自己平常在路上还有没有遇到其他被搭讪的经验？
比较少哎，比较像是那个健身中心，对，他会发传单，然后叫我写资料。同学有在运动吗？同学？他开吗？他有开吗？他有开吗？天文馆。天文馆。我有朋在那教不到路吗？好，我帮你看一下。关起来了。关起啊？他怎么办呢？他在天文馆呢、啊？天文馆、啊。你有他的电话吗？他没有接他，我的朋友，他也是来台湾，他去天文馆就走要走。OK， 叫你们的 Instagram 问完我删掉。Instagram 吗？也对，好，可以，对对，不好意思，我问完马上删掉。不要再装了，好，你那个装一装，后面越南腔都跑出来了。越南腔就这样，我不一样啊。为什么会理他？因为我们觉得他感觉很需要帮助。今天任何一国人还是本地人过去，你们都会帮助他吗？应该是听到他讲话的口气。我是觉得都会帮。这可能路上会有很多问说，哎，怎么几岁，有没有朋友，加个 IG 啊之类的。但其实好像是要做别的工作之类的。哦，那个我会直接走掉。哎，我原本想走掉。你看看刚刚的。三分啊，加起来五分，满分吗？满分，真的很像。今天想要搭讪女生，她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会更好？同学，我觉得你很漂亮，我可以跟你要 IG 吗？你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是变态。我发现 A B C 可以变到女生的 IG 呢。所以，因为我一直有听到你强调说什么，你要先追问她，然后到时候会删掉。你们相信她会删掉的吗？这件事？我会先把她删掉。啊，你会主动先把她删掉？我干嘛会把她删掉？可以，同学，可以给我你 IG 吗？可以给我你 IG 吗？他刚刚直接过去，然后就直接要跳了。你可以不要追踪我，同学，你可以做 IG 吗？而且我就成功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同学，就是刚才你会觉得就是有个怪人这样边唱边跳跳过去，你怎么会理他？我想说给他就赶快闪着呢，就边走边闪，就走快一点。哦，不要理就好啊，为什么你还要停下来？就是让他还有。因为我有点被吓到，所以我就就已经停下来，就想说赶快闪着。你会给几分？那就给他五分。我看得出来你很随便的，那就给他五分。路上遇到搭讪，我都会给，然后回家我就按拒绝。你是私人账号？有文化馆怎么走？有，你知道文化馆在哪里吗？不知道。OK， 好，我可以加你们 IG 吗？不行是吗？你们赶时间是吗？对。OK。可以要 IG 吗？一个不能有羊水，两个不能，不要双羊水。我可以给你聊 IG 吗？没有，就是想说可以认识一下。好，是谁？还满分一到五分，你会给他刚刚的表现几分？三分。如果我今天直接要，你会给我吗？可能看你要干嘛。如果你看起来怪怪，我就不会给你。那我刚刚看起来也蛮怪的、啊。可能是就是我懂了，就是、像小屁孩的怪，但是不会是那种叫你做经济的。你是小屁孩、他说你小屁孩的怪，因为我刚刚哈哈小屁孩的怪。如果今天你真的给我了 IG。你是给我假号还是给我真的号？但是后面删掉。不会删，但是如果你有密东西，然后我觉得怪怪的，很奇怪哦。那假如他今天发了一个女生的东西，然后可能就比较漂亮，然后好漂亮，对，他就说好看呢，还是什么之类的，可以啊，没关系。没有关系，那就还是正常这样。那可能就比较密说，我可以跟你约会吗？这就会把它封掉。今天夜店要不要去啊？什么的？对，就是夜店。就再见，就乖乖。OK， 好啦，那我们终于结束了。爱丽存在哪里啊？开始。大家好，今天欢迎收看酷饼大家学，我是丽存萧纯爱战。这是结尾。结尾吗？对，结尾。OK， 结尾哦。你现在看起来不像累，你现在看起来像宿醉。有结尾，不要乱用招式，因为我问了很多人，他连停下来都不停下来。今天非常的崩溃。对，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应该可以告诉每个男生，就是只要诚心诚意。不要耍什么花招，不要惹闹边，这些东西都可以很简单。今天蛮多都是因为觉得你看起来蛮需要帮助，甚至是被你骗的。对他们，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热心。对的，对台湾人非常热心。今天问路，天王怪在哪里，他们都会告诉你。你这个又变越南腔。台湾人都会帮助人，所以你
运用这个帮助来去要人家 IG 的话，是非常不得体的事。哎，我觉得超不行，真的超不行。对，如果你真的很想认女生 IG， 不妨你可以试看看，好不好？不要说一纯教你的，对，不要说别人，就要说芭比教你的。哎，没有，不是我，今天示范的不是我。那今天最惨的一定是跳舞，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跳舞会难呢？那个完全就是被当做快，太可怕了，当做快咖。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